还不到人呢。王者了，什么时候上的王者？我操，炫君王者了，这个事情比我王者恐怖100倍。两年队友没见过这种李炫君，我想想，在队里上过王者没啊？我真忘了，可能上过，可能只是可能，疑似上过啊，疑似。玩具，同样的位置可以出来三次，这就是我。血杯。哎呀，我还想给你让个头。你的下波线要推吗？你在干嘛呢？你是不是看不见我啊？哇，顶起来 ！Kimoti， Kimoti。哇操，体积怎么变大了，进到队友的节奏里了，不该跟我的。还不收手，
五个打一个也不会死，要不要闪现杀他？杀了他。杀了吧，还是杀了吧，还是杀了吧。当当，能咬到谁咬谁。能咬到谁咬谁。我们家 AD 诱饵罢了，重要吗？不重要的，想杀就杀呗，给你杀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可以顶一下，顶一下，只是顶一下罢了。在干嘛啊？勾，啊勾，不是。往下走，没必要跟他们玩。打我又不掉血。一狼神。自己很受苦。